就接下来是由 Orins 为大家介绍那个 Firefox 到十二的新功能，超厉害的啊！一个人比七个人。Firefox 5到12的新功能呢 ？User Experience, Performance, Technology, Developer。 User Experience， 红指令会以黑色凸显正在浏览的网域名称，像上面这张图的话，这边就是除了 Mozilla.org 以外，其他都是以灰色呈现。那简化身份区块外观，那像这边是 Firefox 4的，然后下面是 Firefox 6的。预设不显示网址开头的 HTTP。 更多的空间的话留下来。那在进阶里面有一个送出效能资料，那可以让使用者把数据效能的数据回传给 Mozilla， 以协助改进未来的版本。那禁用第三方软体擅自安装的附加元件，可以在你安装一些软体的时候，有可能会被一些软体安装附加元件。 那新版的 Firefox 会先暂时把这些附加元件给停用。那在你开启 Firefox 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说你的 Firefox 已经被哪一个软体安装了什么附加元件，那你是否要启用？加入了一个在选择前不要载入分页的选项，可以改善启动速度。新增了一个一次选择。 附加元件对话框来管理先前安装的附加元件。那这个视窗会在你更新你的 Firefox 的时候出现。Mac 上面现在已经支援了多点触控手势。在下一页按钮在 Mail 使用的时候会被隐藏掉。强化全萤幕模式的 API。 单独显示图片样式由白底变成黑底，图片改为至中显示。重新设计了 HTML5 影片的控制元件。如果你有使用 Firefox Sync 的话，现在已经可以同步你的附加元件了。改进在寻找的功能，以后你在搜寻的字词会直接显示在网页的正中央。 效能的部分，改善了分页群组的启动速度。在旧的 Firefox 会将所有分页群组内的分页全部一次载入，在新版的 Firefox 它会只载入你目前正在浏览的群组内的分页，大幅的改善了记忆体的管理。书签，如果你有使用 Firefox Sync 的话，书签和密码。 会在更改后会立即同步，支援 Speedy 提升网络体验。在网页制作部分，支援 CSS 动画，像上面这个火箭就是用 CSS 动画来做的。那支援 WebSocket， 像上面这一个游戏，它是 Browser Quiz， 也是 Mozilla 跟那个 Little Workshop。 做出来的东西，那它可以在行动版的装置上面来跑，那大家可以试试看，还蛮好玩的。新增了 HTML5 选单，那你可以自定右键的内容，支援了 Index DB API， 新增了 CSS 3D Transforms。 像这边，这个就是 CS3D 全输出来的东西。不过，如果在硬体加速比较好的电脑上，应该会有更好的效能表现。开发者工具，让重新设计的网页主控台更好用。加入了程式码数基本。
它新增了 HTML 检测器 3D 检视，那这个功能在按下 Ctrl Shift 加 I 之后，这边有一个 3D 检视，那它可以方便你选取一些比较后面的元素。增加了新的 CSS 样式检测工具，更多有关于 Firefox 5到12的变动，大家可以上那个 mozilla.org 搜寻那个 release note。谢谢大家。